彤，帮我将呢啲蒜头剥晒皮，唔帮手嘅话冇饭食，妈妈想。咁样魔法，天光都未魔完啦、啊！今晚一定冇饭食啦！喂，你喊够未啊？喂，边个嚟噶你？你边个弹出嚟噶？我系嚟自未来嘅哆啦 A 梦，要解释就真系好麻烦嘅。详情你都系睇翻呢本漫画啦。吓、啊，咁都得？咁你想唔想我帮你啲蒜头磨皮啊？上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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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自动蒜头磨皮机。切，个名字改到咁科学，都系两个兜嚟啫。怎样帮个蒜头磨皮呢？科学呢嘢，你识啲咩啊？跟我做一次啦。哦，点做到噶？其实呢个自动蒜头磨皮机系用咗离心力将蒜衣分开，蒜头喺锅入边不停互相撞击，啲皮就出现裂缝。而用嘅容器越大，每一反嘅蒜头就有比较大嘅加速空间，就有较强嘅力度，啲蒜皮就可以轻易撞得晒噶啦。咁样磨皮啊？10秒就搞掂啦！哆啦 A 梦全靠你救我咋！哇，你唔好行埋嚟啊！咁大阵蒜头味咁臭，你再行埋嚟，哇，